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6月4日的英文新闻。首先要看到的是日本政府送疫苗给台湾，今天下午就会抵达了，感谢啦。好， Japan's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supply 1.2 million doses of a coronavirus vaccine to Taiwan, which is facing a surge in new infections. 好，主持是日本的政府，好，这边是现在完成式，已经决定了，好，就是刚刚发生的消息，用现在完成式，昨天决定的。决定要怎么样呢？这后面加决定这个字是加 to 再加动词原形。当你要接另外一个动词的时候，提供120万的 doses 就是剂，一剂两剂的剂，120万剂的新冠肺炎疫苗给台湾。好，这边有一个很奇怪，我头先以为是我打错，但是这个新闻本身这边就有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看了很多的有关于新冠肺炎疫苗的疫情，我从来没有在这边看过一个的。那因为是 NHK 的新闻，它的英文我觉得可能它不小心多了一个所以把省略掉了。好，那台湾后面这边是一个形容词子句，这叫做非限定的形容词子句。因为台湾我们就知道是台湾，所以不用去限定它，所以是一个非限定，就是补充说明。好，台湾怎么样呢？台湾目前面对着 facing， 好，而 surge 社区是大量增加，在哪一方面呢？在新的感染方面。好，今天不知道会有几例，现在目前是一点多而已，昨天好像连校正回归有500多例吧，希望今天可以少一点。好， The decision was made on Thursday, a day after Prime Minister Suga Yoshihide pledged at an online summit to send 30 million vaccine doses overseas. 好，这个决定呢是做出来，是在礼拜四做出来的。礼拜四是怎么样呢？一天，哪一天呢？在 Prime Minister 就是日本的首相，好，他叫做菅义伟。好，这个字念菅，就是菅田管辉，杰西很喜欢的一个日本的男星。好，他的这个字念菅，不是管。好，菅义伟 Suga Yoshihide。好 ，pledge 就是誓言，发誓、保证。好，誓言怎么样呢？就是动词，这个首相是主词，动词。好。在一个 online summit 是高峰会议，在一个线上的高峰会议上，好，就誓言说他要送3000万的疫苗，好， overseas 到海外去。日本现在疫苗很多啊，欧洲还说要赞助他们1亿剂，因为就是冬奥办奥运的关系，要赞助他们1亿剂，所以他们的疫苗现在应该是打不完的，所以呢就是分送给大家这样子。美国也是，美国昨天有把要分送的疫苗已经的计划出来了，有700万剂会送到东南亚，但这700万剂送到东南亚，台湾也包括在内，有十几个国家，本人估计台湾大概是 收到个30万到50万剂左右就不错了，应该不会像日本可以送给我们这样120万剂这样子。好，那第一个 surge 剧增动名词，对不起，第二个 pledge 动词发誓保证，第三个 summit 名词高峰会，第四个 overseas 副词海外的。好，第二个这个是一个照片 ，a mind bending photograph of an orangutan with the sky reflected in water has won first prize in the Nature TTL Photographer of the Year 2021 competition。好，我怎么觉得今天念的有点差？对不起。好，照片 mind bending， bend 就是弯曲你的心的照片，就是让你想不透的意思，令人费解的照片。好，谁的照片呢？ Orangutan， 对不起， Orangutan 猩猩。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张照片，猩猩的照片。好，那是猩猩照片有什么？有天空 reflect 就是反射的意思，天空倒映在水里。总之呢，你的主持就是这张照片，动词就是赢得了 has won。 好，这个123的一的音一样 won， 很多人念 won 不对 won。 好， won first prize 第一名，在什么呢？ Nature 自然的这个 TTO 是它的主办单位吧。好， photographer 这个字才之前才刚讲过，照片叫 photograph， 摄影师的重音跑到第二个音节叫 photographer。 好，2021摄影师的自然摄影师的
比赛，大赛当中 competition 就是比赛。好，那是哪一张照片呢？是这张照片。好，这张照片它命名叫做 The world is going upside down， 世界是上下颠倒的。所以呢，这个头先你会一看这个照片，你就看啊，这是天空啊，有什么好奇怪？可是你看这个树，哎，树不会往下，树是往上，所以这个星星是在往上爬。这个照片是从上，那个摄影师放爬在树上，然后从上面往下拍，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照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这边呢，你看到这不是天空，这是湖水，他特别找了一棵树是长在水里的。我这辈子还不知道树可以长在水里，他找了一棵树长在水里的，好，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这样子，然后从上面往下拍，还非常特别的照片。那下面还有很多，比方说你看鳄鱼正要吃鱼的，好，还有很多不错的照片，杰西的连结会放在部落格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照片。好，那我们再看一次 A mind bending photograph of an orangutan， 对不起 ，orangutan with the sky reflected in water has won first prize in the Nature TTL Photographer of the Year 2021 competition。好 ，BBC 的新闻，第一个 mind bending， 好，弯曲你的心，就是难以理解的，让你就觉得哎，比较难以想象，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意思。第二个 orangutan， 我这个字好难念，对不起，我一直念不好这个字 orangutan， 终于在这边第二个音节 orangutan 猩猩。好，讲到猩猩我会讲到黑猩猩 gorilla， 好，那个字比较好念， orangutan 这个字有点难念。第三个 reflect 动词反射。第四个刚刚有讲过，摄影师叫做 photographer， 好，相片叫 photograph 名词。好，很多人会把这个字的音节念到第一个音节，念Photographer 不对 ，Photographer 才对。Number five， competition 名词，竞赛。哦，在接下来我应该想把它放在最后。真糟糕，杰西家的电一直在闪，不知道是因为外面的正在台风来了，下狂风暴雨，还是因为又要停电了？希望不要，那个电灯一直闪，有点恐怖，好像要演那个恐怖片一样。好，这个句子很长，它只有一个句子，大家费心一下，好，解析解释给你们听一下。U.S. intelligence officials have found no evidence confirming that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encountered by U.S. Navy pilots in recent years were alien spacecraft.But also have not reached a definitive assessment as to what these mysterious objects might be. According to five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findings of an upcoming report on UFOs that is expected to be delivered to Congress later this month. 好，这是今天的新闻啊，居然这么长的一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你的主持在这里，好，美国的 intelligence 的话有聪明智慧的意思，对不对？我们的 IQ 的 I 就是这个 I， 但是这里的话指的是情报单位，好，情报单位的官员们是主持，好， have found 是你的动词啊，找到什么东西呢？受格是这个，受词是没有证据，美国情报单位没有找到证据，可以怎么样呢？Confirming 这个证据怎么样？确认，好，确认什么事情？这边是一个名词子句 ，that 好，这就是 UFO 的缩写是 UFO 啊，正式是这样 ，unidentified 不确定的，好，飞行的 object 是物体，不明飞行物体。好，什么样的不明飞行物体呢 ？Encountered 这边这边是一个分词构句修饰这个 object， 好，被美国空对 ，Navy 是海军的飞行员，他们所遭遇到的，我就在想说，海军为什么会有飞行员呢？后来就想到航空母舰啊、哦，对，所以海军飞行员他们所遇到的一些不明飞行物体，在最近几年，好，这里是名词子句里面的主词，对不起，这个不明飞行物体是好外太空的太空船 ，alien 是外星人的，好 ，spacecraft 太空船。
所以呢，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以显示美国海军的飞行员最近几年遇到的那个不明飞行物体是外星人的太空船。但是，好，但是这个 but 就是没有找到证据，但是 also have not reached 也没有达成一个 definitive 就是最终的 assessment 最终的评估，就是他们做了很多评估啊，最后的结果。好 ，as to 这边的 as to 是关于的意思。好，关于怎么样呢？这边又是一个名词子句。What these mysterious 这些神秘的物体可能是什么？好，所以呢，他们没有找到证据确认说这些不明飞行物体是外星人的太空船，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协议，一个结论说到底这些不明飞行这些神秘的飞行物体是什么。好，所以这个是你的主要的这个句子。 According to 根据，好，根据这边有点复杂，根据五个来源 5 sources， 为什么这么多来源？好，这个来源这个 familiar 这边是 which were familiar， 啊，这边省略掉了形容词，直接修饰前面的名词。好，熟悉这些发现， finding 就是发现，什么样的发现呢？ Of an upcoming report， 就是一个即将要来到的报告，所以这个报告已经即将要呈上去就是了，这个报告的发现即将要呈上去啊，有关于啊 UFOs， 可不可以念 UFOs？ 好像可以。好，有关于那个 UFO， 好，念 UFO 好了，我觉得好像可以念 UFOs， 但是我不是百分之百确定，大家请原谅我。好，那这个后面有个名词子句。好，这个名词子句我们都很可能会觉得说啊，名词子句就是修饰前面的这个名词，对不对？不对。好，因为你看哦， is expected， that is expected to deliver， 预计会被送到国会。好，晚一点这个月会被送到国会。假如它是修饰飞碟的话，那就很好笑，对不对？不明飞行物体会被送到国会去，这就太好笑了。所以呢，它是修饰什么？修饰报告。稍微注意一下，老师一定都会教啊，就是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形容词子句通常都会紧接着修饰它的名词，但是有例外。好，这种例外常常就是这个名词后面有一个介系词片语。好，这个介系词片语跟这个名词有紧密的关系的时候，它就会连着它，所以你的形容词子句就会离远一点。但其实你看得出来，它修饰的是这个报告，不是修饰的是 UFOs。好，不然 UFO 那个飞碟都要被送到国会去，那就太爆笑了。好，这是一个比较长的句子，我们再从头看一次，看你有没有真的理解了。U.S. intelligence officials have found no evidence confirming that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encountered by U.S. Navy pilots in recent years.were alien spaceships, but also have not reached a definitive assessment as to what these mysterious objects might be. According to 5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findings of an upcoming report on UFOs that is expected to be delivered to Congress later this month. 好，这是 CNN 的新闻，居然这么长。好，一个句子，所以英文就是这样，很可怕，你就可以这么长一个句子。可是你会发现，你只要把名词子句、形容词子句、副词子句把它分出来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哎，好，什么句子哪边是什么子句，哪边是什么子句，把它分解一下，意思就不难理解了。不然有时候你看到这么长的句子的时候，你就觉得到底停在哪里？好，到底我这个意思什么地方要放在什么地方？好，我们看一下单字也有点多。第一个 intelligence 名词情报，第二个 evidence 名词证据。第三个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就是不明飞行物体，就是 UFO 的意思，缩写嘛 UFO。 好，第四个 encounter 动词，偶然碰到，不小心遇到，跟那个 run into 一样。好啊，这是比较正式的字。第五个 alien 形容词，外星的，名词也是这个字。好， alien。好 ET 是外星人，对不对？好，我突然忘记 ET 是哪个缩写，大家自己去查一下。
ET 没有 A 这边，它是很外太空的。我好想查哦，可以让我查一下吗？好，我们来查一下 ET 是什么的缩写。卫星。好，extraterrestrial 就是外星人的意思。好，不要理我，回来。所以它跟 alien 不相关。好，alien 也有用在讲外国人的哦，就是台湾的台胞证，不是台胞证，对不起，居留证，外国人居留证里面也有 alien 这个字。好，只要你有认识外国人的话，请他给你看一下你的他的在台居留证里面会有 alien 这个字，外国的也是用这个字。好，扯太多。第六个 spacecraft 名词太空船。第七个 definitive 最终的形容词。第八个 assessment 名词评估，所以年终你的主管要给你评估，就是用这个字。第九个 upcoming 形容词即将发生的。好，最后一个新闻的话，就是杰西自己觉得比较有兴趣的，对不起。United Airlines has bought 15 planes capable of traveling at twice the speed of modern airlines as it aims to bring back supersonic travel 18 years after Concorde's final flight。好的，Guardian 的新闻，是因为是卫报，卫报是英国的，所以你会看到 traveling 这边它打红字。好，因为美式的 traveling 只有一个 L，英式的 traveling 有两个 L，所以其实也不错啊。你看这些不同的新闻，你就会知道哦，美式的拼法、英式的拼法是怎样。好，联合航空主持顿时买了，好，已经买了15架。什么样的飞机呢？Capable 是形容词，那其实这边是 which are capable of 哒哒哒，那 which are 省略掉，这个也是变成像分词构句一样修饰这个名词前面的名词。这些飞机有什么样的能力呢？能够 traveling 旅行。好，英文的 traveling 旅行就是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我到我上班的地方，这样就是 travel，就是旅行。好，所以它可以旅行，它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子。好，它是 twice the speed of modern airliners，对不起，airliners，我刚刚是念 airline。好，airliners，它是2倍的现在的飞机，现代的飞机的速度。好，所以呢，非常快。杰西看到这个消息，好兴奋哦！飞到欧洲原本要十几个小时，现在只要剩下五六个小时，那多棒，对不对？好，as it aims。好，在这个同时呢，他就怎么样？aims 就是他的目标在哪里？他就是想要做什么事情，要带回来这种超音速的旅行。好，18年之后，在那个联呃不是 Concorde 不是联合航空，Concorde 是协和号的最后的飞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协和号？协和号是法国跟英国合作所开发的飞机，非常漂亮。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搜寻一下。那是号称飞的最快的飞机，一般从纽约到巴黎的话要7个小时，它只要一样一半的时间，3个半小时就飞了。但是呢，我后来点进去看这一篇文章，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就是他们这种飞机呢，因为都是高价制造，所以呢，一定都是那种商务舱的价格，它的座位都是非常的少。所以呢，你没有钱人，你是坐不上这个飞机的。所以杰西可能想太多，这个飞机呢，而且这好像是2026之后才要开始，才会有这个飞机出来。所以2026之后，我应该还是坐不到商务舱的飞机的。所以是想太多了。而且呢，这个环保人士也很有意见，就是每个人他们会去算嘛，每一个就是你飞机飞上去后，每一个人所要花费的燃料的费用。好，这个飞机的成本是相对相当高的，所以也就是这个飞机是不环保的。虽然它很快，但是有什么关系呢？有钱人的话，有钱就是可以任性的。好，我又在乱讲话，对不起，回来。United Airlines has bought 15 airline 对不起，United Airlines has bought 15 planes capable of traveling at twice the speed of modern airliners。As it aims to bring back supersonic travel 18 years after Concorde's final flight, The Guardian。Concorde 这个好像最后是成本不合哦，好像它有事故啦，所以后来就停掉，这个飞机后来就没飞了。好，第一个 capable 形容词有能力的，
第二个 supersonic 形容词超音速的，第三个 concorde 就是协和号客机，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看一下。好，那非常感谢大家宝贵的时间，今天的新闻就到这边。今天好像台风要来了，大家要注意安全，上下班的时候，不对，不是上下班，是下班了，下班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安全，然后回到家呢反正是周末，就在家好好的度过休息一下吧。好，那我们就明天见了，拜拜。